哇塞，这已经是我这一局捡的第三个空投了。哥，你的快递包也太肥了，全身空投武器，好肥呀。Hello， 我是奔奔。乖乖，这么多人，大哥，你们要抢劫吗？哎，你们老是说我菜，哼哼，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。这个好尴尬啊，就不能让我小奔奔在粉丝面前装一下十三吗？毫无挑战力啊，是不是？玩刺激战场不刺激，那怎么说得过去呢？走，队友，我们去捡空投。呀呵，前面有同道中人呀，别眨眼哟，要给大家表演一部动作片了。你的队友都已经倒了，你还不去救他，你也太不仗义了。我要替你的队友教训一下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 team。 好了，继续捡空投，不错不错，一把 M249。 抬头一望，又一个空投掉下来了，嘿嘿，来了。糟糕，不妙，第二部动作大片又要上演了。不慌，我们先看一下空投。好嘞，我们去欺负这个老实人，一个人也想抢空投。不偏不倚，又遇到了第三个空投。吉利服加 AUG， 这是奔奔最爱的组合。本想着这一局就这么苟到决赛圈吧，可是光子他不肯呢。看到没，又来了一个超级空投。真的，空投我现在都不想要的，都是我的队友要去的。嘿嘿，这位小哥神色匆忙，莫非空投神器都已经收入囊中了？哪里走，空投物资我们全都要抢到。哇塞，又是一把 AUG 加 AWM， 太肥了太肥了，这下我们队伍可是赚大了。走走走，赶紧去安全区。队友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可是全身空投神装，还有吉利服护体，等会儿我就专职做伏地魔，我们来个完美配合吃鸡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去，你这是咋了？谁？是谁？给我站！我的全身空投神装啊！哼，你给我等着！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。喜欢视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关注奔奔哟。